灵敬拜祷告中心举办的看不见你圣诞特会，透过 Live Band、Rap 歌曲、乐器演奏、戏剧等，带你看见、听见不一样的圣诞音乐，更是让第一次到教会的年轻朋友留下深刻难忘的圣诞欢庆。主题是以 I can see you， 也就是说虽然看不到这位耶稣，但是耶稣是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有饶舌的活动希望这个饶舌当中来经历上帝与他们同在。这次呢，我们就是因为想吸引这些的年轻人用hip hop 他们的文化来吸引他们，利用饶舌来表达上帝的爱。我相信这样的方式呢，让年轻人更轻松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这一次呢，会用比较 hip hop 跟 R&B 的方式去呈现，为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，那利用这个方式呢，把自己的见证写在里面。当然不只有我的见证，还有跟我一起合作的 DT Sean， 他自己的故事也把它写在这一次的 rap 里面，那为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见证跟音乐融合起来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注意到其实耶稣是真的存在的。同样让人眼睛一亮，火把行道会职人主题馆借由各式游戏、手作以及桌游馆，让都会年轻人呼朋引伴体验。同时教会也设置了文青气息浓厚的屋顶咖啡馆，让福音朋友驻足在这儿，与教会缩短了距离。我们是一个小组，我们今天在这边一起聊天喝咖啡。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就觉得很舒服，尤其很适合拍照，采光很好，天然光。这边是游戏馆，有非常多的 Switch 的小活动，然后以及手作馆，现在他们正在做羊毛毡的手作，然后还有前面的桌游馆，非常多的小游戏，以及外面就是我们自己的屋顶咖啡馆，由我们自己的手冲咖啡来欢迎更多的新朋友，以及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年轻朋友一起来参与。分享爱的圣诞季节里，教会新时代青年的创意手法，正是用主板智慧传扬福音的另类尝试。